7月13日，吴克群出席某活动，昨日参加好兄弟 NONO 婚礼，虽然狂欢到凌晨才回家，但今日参加活动，吴克群依然精神满满，帅气不减。近两日恰逢强台风苏力侵袭，吴克群参加完婚礼恰巧赶上，还当了一把免费的劳动力。不过即便台风威力如此强劲，仍然有不少粉丝到场支持，让吴克群很是开心。凌晨3、4点的时候风大雨大，而且我因为那个风晒太大，所以外面都是倒的路树嘛，所以还特别下去搬那个路树，因为实在没办法开，就帮大家当清洁工搬了一下路树。真的，那实在是太严重，我们四个男生搬都搬不动，然后拖了老半天才把那树搬开。对，所以我其实很开心，就是今天大家好险没有太严重的事情，然后大家能够来参加，真的很开心。吴克群昨日担任好友伴郎，帅气爆棚，被指是向准新郎取经，为早日升级何家女婿铺路。接受采访时，吴克群也坦诚自己被婚礼的幸福所感染，问及会否早日将婚礼提上日程时，吴克群的回答却颇为坚定，不知是试图打破他与赌王千金何超莲打得火热的恋情，还是欲盖弥彰，想让大家给两人足够的私人空间了。结婚老实说不是我的梦想之一，一直都不在我人生规划里面。其实我那时候看到 NO 哥那样幸福，然后看到海君姐哭啊，我就感受到就是爱情的美妙，而且感觉那种永久性。对，但我对我自己还没有把握，所以呢我就还没有这样的想法。那我希望呢，我当伴郎的时候都能够把幸福传给他们。对，就大家找我当伴郎的时候，我一定是最称职的伴郎，但是也许我不会当，没有办法当新郎的那一天。不结婚这种话说说就算了，可千万别当真的，不然千金小姐何超莲该生气了。